美国重返中亚无疾而终，不过美国不在，中国在。据路透社十月二十八日消息，中国将协助同属上合组织的塔吉克斯坦。 在阿富汗边境建特种军事基地。据悉，基地建造成本预计在九百至一千万美元，中方将出资五千五百万元。中方与塔吉克斯坦达成此项协议，主要原因有二：一、目前阿富汗局势仍旧动荡不安，各武装部队和恐怖组织的势力依旧是危及中亚安全的一大隐患，加强对这些势力的打击，才能更好的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。 二，鉴于当下局势，阿塔边境需要一个规模更大的综合性军事基地来维持边境安全。简而言之，中国出资建造这一军事基地是出于安全考虑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中方曾为此与阿富汗塔利班接触，中方提出愿意协助阿塔反恐，并希望中阿塔共同组织三国联合反恐演习行动。 但阿塔并未接受中方提议。另值得注意的是，由于塔利班的既往历史，塔吉克斯坦事实上还未接受由塔利班掌控阿富汗未来走向一事。